把他的好歌留给我嘛。对，然后因为像《分手》这首歌，本来好像也是静茹她有就是先 hold 着的，梁静茹小姐。对，所以其实就是有蛮多缘分，然后有蛮多就是好朋友，然后一些长辈们，他们都蛮支持我的，然后就是给我圆这个梦。因为其实自己要独立制作一张专辑，其实是蛮辛苦，除了就是不是有钱就可以做出来这样，还有需要很多的资源，很多的人力物力的帮忙。那我觉得就是非常谢谢他们都很正视我的梦想。对。好，然后这个其实你刚刚有先说到说，今天反正就是只要可以赶到高铁最后一班就好了，是所以啊。尽可能就是满足大家。然后除此之外，今天还有一个好康啊，据哦，说这对。个对你特别准备了，这个是是真的。的签唱会现场，然后我们才加码印给大家的，对不对？对，就是如果呢，你只要有买我的专辑，然后你上来给我签名，就会马上的送你一张我的海报。那因为这张海报其实之前的海报是只有在我的预购签名会有，那都已经就是发光送过。完了。对，那我觉得就是要谢谢歌迷朋友们，他们那么辛苦，然后一路上的支持。那也要谢谢就是不管是第一次看到潘玮柏的人，然后愿意就是买一张专辑的人，因为我觉得就是让他们可以多了解一下克拉克长怎么样以外，可以看一下就是我的这些想法啊，跟我的这些文案啊。那我觉得也可以让他就是除了有专辑可以听以外，也可以有视觉上的海报可以带回家珍藏。而且这一次视觉我觉得做得也很棒，就是非常的符合这一次听克拉克说的这个氛围，对不谢对？谢。就真的是一个说故事的人，而且你自己还先花时间把每一张海报都先签名啊。对啊，因为我怕就是那个时间时上间来会不有及，所对那不个，对？对，就先帮大家签好，但都好。是我签的，别担心啊，看得出这个笔迹。是的，所以今天只要上台的朋友都可以再拿到是今天你自己加码再加印送给大家新款的签名的海报，请大家赶快把握今天难得的机会。好，然后这个刚刚先听了两首歌之后呢，我有答应他们说，今天你来到高雄有一个机会跟他们大合照。哦，好，对，好，所以我们没现问在呢题。先请呢玉文呢背对大家，然后各位亲爱的朋友，赶快把你的专辑拿出来放在脸旁边，如果看板灯牌啊、小本本啊都可以啊。好，好，我们请灯要开还是关？